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是铁花村的村长，看不到我哈，我慢慢走过来。没有，给我一个灯光好吗？耶，是我站这边就好了。OK， 很高兴今天礼拜五，我今天安排了蓝星乐团。蓝星乐团呢，上个礼拜也才刚从春娜哈结束，他们已经参加了好几年，不过了。真的很受大家的欢迎啊，尤其他们那一首歌，大家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唱，我也是很期待了。那今天这两个小时呢，都是他们哈，今天各位，今天是户外哈，你要上厕所，我们厕所在这边，要喝酒在那边，这边是我们的歌手的休息室啊，没事不要进去哈，除了这个表演的人员之外，那今天呢，蓝星乐团这几个人啊，都是来自各阶层的那个精英哈，都是在政府，都是我们缴所得税让他们领钱呐、有的是老师，有的是公务员啊，有的是测量的啊，都有。除了一个，他们的女歌手是我们的铁花坝的那个的员工哈，我们的铁花村的员工是我们的春花了，如果说你想要看，每天都要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话，想要来这边看呢，看看他的话，心情会变好的话，那就除了礼拜一不要过来，礼拜二才开始，他就会在这里，他一定会调很好的饮料或酒啊给各位。那今天天气不错哈，这个礼拜感觉到这个夏天来临。那今天不过呢也没有什么风了，这大概就是整个气候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整个夏天就是这样子了。那祝各位今天晚上愉快。那我们现在话就不多说，那我们掌声欢迎蓝星乐团。准备好了？哎呀，还没睡醒呢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今天客满，真的很难得。没有啦，就在这个悠闲的周末，小周末与大家相会，真是有缘啊。那因为我们前几天刚去春娜回来这样，然后还蛮热闹的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会带来一些歌曲这样。好，首先带来第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是《月亮的乳晕》哦，听了就知道。等一下我再解释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了，给我们掌声一下吧。谢谢你的激将声。哎呦。坐在河堤上，看见天空的月亮，我们举杯把歌唱。突然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亮，原来是老人家说的月亮的乳晕。也许吧，但是
是不客前来，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位比他帅的人。我们掌声欢迎一下陈祖元先生，好不好？在我的左手边。对，好了，等一下再介绍他好了。虽然很紧张，奇怪，我觉得今天都不太热。真的，有点亮。摆那个灯光呀。好，那第二首歌要带来是我自己的创作曲啦，然后跟那个姐姐在台下，对，然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首歌，对，然后里面呢有一句歌词是那个手亚米苏巴赖，就是因为我是泰雅族嘛，然后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非常的喜欢你，喜欢你这样子，对，然后。反正其实词的部分是姐姐写的啦，我也不知道她那时候在暗恋谁。等一下私底下可以问她，她坐在那边穿那个直条纹衣服的。好，那就带这一首歌《好想你》，谢谢。我哭红了眼睛。
渐渐把泪失去。谢谢。你们觉得很像很慢？对啊，不是我们今天鼓手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对，跟昨天练的不一样哦。今天有卫生。是因为今天人爆满，所以你很紧张吗？然后那个铁花爸，可以帮阿迪奥装一杯热水吗？谢谢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相信我们的鼓手状况会越来越好。对啊。刚刚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警察，害我吓一跳。我就会看到警察会特别慢，二十多，可能平常就是有坏习惯，有喝的在上面。这个明明今天很清醒，这样，所以我不知道成功会有那么多警察。大家等一下稍微喝适量就好了哦。不晓得今天有没有那个临检呢？那今天。蓝星乐团非常干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真的很奇怪。讲笑话了，哎、欸，少宝。对啊，你有麦克风哎，你有麦克风。我真的很热今天。对啊。对，今天是蛮热的。可以有没有电风扇？有啦，最后一个。最后我掰，我应该要跟你调换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阿廖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是没有睡觉是不是？我想问你们的，为什么都没有精神该？好吧，那就，我叫太阳，明天晚一点出来。那个，我是阿美族的，我住在都立部落，往成功的方向这样子。然后是这个乐团的主唱了，那其实是吹鼓会乐器的一个，所以被丢来当主唱这样。然后我们这些的歌曲都是自己的一些创作，当然等一下后面也会唱流行歌，比如说《榕树下》之类的。然后就两个小时嘛，对，那我是很希望我们的鼓手能够再加油一点。我他连续两首歌都特慢呢。好了，避免大家快睡着，所以带来第三首歌曲。哇，第三首更慢了。哎呀，好玩了，调换一下，调换一下。